好好听音乐讲。那个 YouTube 我有在听的是那个小尾巴，他钢琴弹得不错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现场有 KOL 没有收到那个猎人的那一盒的吗？举手一下。笑死。入围的有。入围的有。好好听音乐奖，入围的有《含羞草》《林伟大舅》致那些青春岁月 Official Music Video，《美丽本人》《你是我的》Bay Fit 李千娜 Official Music Video，陈建伟 Jackie Chan， 陈建 Prejudice Fit 艾怡良 Official Music Video。J 宝健宝神作，为了拍这部影片，我足足等了12年。Ring 誓约之声，鬼灭之刃刀匠村篇 ，Man with a Mission and Millie 半只奇迹乐团翻奏。得奖的是美丽本人，有一点点搞笑，有一点点浪漫，但他们都完全没有阻碍高水准的音乐词曲创作与演出。美丽本人的饶舌与李千娜的歌声相得益彰， MV 营造的气氛让这毫无说服力的一对竟然看起来很配，可以见得有多成功。对对，只要有入围啊就会得奖。哪里个人啊，感谢我的制作人谢刚刚，然后感谢李千娜，掌声给他好不好，很屌。就想问一下千娜，你为什么会来？因为你。对，我会得奖，都是李千娜害的，因为这首歌大部分都是李千娜唱。啊，好近哦。它上面写手表我买。啊，好，好 ，sorry 哦 ，sorry 哦 ，sorry 哦。然后感谢谢刚刚，然后感谢 Jason 我的配唱制作人，然后。感谢我的经纪人小鱼，然后这支 MV 刚刚是导演是小恶魔拍的，然后我们摄影师是那个肯尼啊，总之就是档期的人都很屌，然后我们做出这个很屌专辑啊。千娜，你有什么要讲的吗？你跟我合作感觉怎么样？谢谢你。Yes sir， 我们要得奖了 ，Yes sir， 呜呼。